观世音菩萨在世人的印象中有两种的形象，一个是古印度时期流传下来观音菩萨像，另外一个是佛教传入中土了后所呈现的塑像。观音菩萨是闻声救苦、大慈大悲的正幻明如来，成就解脱众生、离苦得乐的悲愿，道家诸行来到娑婆世界度化众生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有讲到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观世音是观世间纷纷众生的忧悲苦恼，清除众生的痛苦，解脱度化到极乐世界。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欢迎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。普罗山是观世音菩萨的应化道场，千百年来吸引无数善男子、善女人不远千里的前来参访礼拜。所谓海岛处处供观音，观音信仰说不尽。菩萨之所以会在此处弘化，也是因为普罗山自古就是渔民商船的必经要道，他们长期与海为伍，最重视安全，最惧怕海难。能令诸众生大风不飘、水不能溺的观世音菩萨，自然成为他们的信仰中心。在附近往来的船只也会到普陀山躲避风浪，祈求菩萨保佑航程平安。这也正是菩萨将道场选在海上孤岛的用意，同时体现菩萨不舍众生的慈悲。普门品中一再强调一心称名，这里的一心讲的是身口意合一而清净，断除妄想，全然专念，满心慈悲，与观世音菩萨相应。蛇王无条件将普陀山借予观音菩萨做道场，但是伊并无就此善罢甘休，伊总是对菩萨一直高高提，一定爱菩萨讲出一个确定要行的日子。菩萨对蛇王讲：等到倒一天，规座山拢听袂到有佛弟子咧讲木鱼的声音。也是讲，你徛伫个沙滩顶端，听袂到海鹰的声音。到迄个时阵，我就会将山归还予你。当然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因为潮水袂停止。同款的道理，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变化，时局安怎艰难，一定拢有应变护法的佛弟子来维护普陀山的道场，护佛法伫世间绵延不绝。蛇王无想要搁再听到木鱼当琴声的心愿，这是永远无可能实现的。梵音声缭绕在普陀山顶，会当相比的唯有澎湃的海潮声音。在风平浪静的时阵，潮水真有节奏，轻轻拍打沙滩。拄到风云变色的时阵，海涌就亲像是千军万马咧奔腾，雄猛冲入去海石洞内底，弄着战战踏踏、相互交错的怪迹。调音若是甲念佛上经的梵音合作会，会亲像是一曲真有气势的交响乐，真震撼。也好比菩萨发出无为音，宣说正法，真侪人拢会专工走来遮听海潮的声音。在这当中，上界有名的就是调音洞甲梵音洞。雕音洞位在指定的附近。传说在东调年间，有一位印度僧人，他曾经在雕音洞内底
燃烧家己的手指来供养诸佛菩萨，借此表示家己的虔心。果然在洞中瞬间大放光明，观音菩萨在七彩光芒中现身。无多久，慧尔法师甲吴谦去观音，因所坐尊者航行到杭州湾时，被大风阻拦，也吹入去调音洞内底。从此以后，才得成为佛弟子雕像的地点。关于梵音洞，伊的传奇更加多。相传洞内唔那是会当看到观音菩萨显现，甚至会当观看前世今生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末明初，有一个人叫做阿大，伊特别喜欢吃牛肉，而且伊会家己杀牛啊。有一天，伊甲厝边做伙来普陀山进香，听人讲起梵音洞内底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奇迹，伊真有兴趣，就走去探究竟。阿大来到梵音洞的外口，有一个中年人拄好为内底行出来。这个人面容惨白，亲像是受到真大的刺激。阿大将伊救了，问伊：“你看到什么？是安怎会惊到安尼？”这个人讲：“我恰恰食狗肉，结果我看到家己的内心变成一只狗啊！”真正是太恐怖了。一讲完，就亲像得命共款，赶紧离开。煞嘞，走出洞外是一名书生，伊面上的表情甲前一个人有天甲地的差别。这位书生满面笑容，阿大真好奇问伊。书生讲，伊无看到伊家己的来世。但是又看到如来佛祖，没多久，又有一位妇人走出来，伊嘛讲家己有见到观音菩萨。诸佛菩萨在因地修行时，出于慈悲心、平等心，不忍众生苦，而发起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的大愿。学佛不一定要吃素，但吃素确实能够长养慈悲心。佛陀时代，出家弟子过的是托钵乞食的生活，因为不拣别托钵的对象，所以没有饮食上的禁忌。不论素食或荤食，都是个人的生活习惯，但基于不断大悲种的理念，佛教劝人不杀生。就佛法而言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基于这个理念，我们怎么能为了口腹之欲而去杀害众生？正所谓千百年来碗里羹，冤深似海很难平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夜半声。楞严经也说，以人食羊，羊死为人，人死为羊，如是乃至死生之类，死死生生，互来相伴，恶业俱生，穷未来际。饮食是一种习惯，吃素的习惯也可以慢慢养成。在动乱的时刻，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。伊让咱相信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；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画布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听完其他人的经历，阿大对梵音洞内底神迹愈来愈期待。没想到伊入去洞内，先是出现一户农家，有一只已经真老的黄牛，被绑在边啊一张树仔顶。这个喝酒醉的彪形大汉走出门，对这只黄牛一边踏一边站，口气真歹。伊讲：“死前世饲你这么久，
竟然连三两银也袂无，我老你要创啥物？我明仔就将你杀死。大汉讲完，就家己行回去厝内。迄只黄牛听到这个话，开始流目屎。伊知影家己将要被人类杀死。同时，阿大耳旁边有传来一个声音讲：“阿大，这就是你想要见到的来世。”阿大听到声音，大叫一声，讲袂应着，然后匆匆忙忙走出梵音洞。伊走到码头，马上离开普陀山。阿大回去到厝，伊脑海中不时拢会出现家己变成一只黄牛的模样，让伊一直感觉心神不宁，坐立难安，食也食袂好，困也困袂去。厝边知影这件代志了后，就对伊讲：“你哥去一撮普陀山拜访一位印光法师，伊的法行高超，是人人敬仰的得道高僧。”相信伊会当帮助你排忧解难。阿大马上动身前往普陀山，在法务寺中找到印光大师。一直见到大师，就跪下来，将代志的经过清清楚楚讲予印光大师听，请大师帮伊化解，予伊的来世卖变成一只黄牛。印光大师真严肃对伊讲：“每一个人的前世今生会呈现倒一种的面貌，拢是由家己造作的业力加感召而来。我无法度改变，佛菩萨也无法度改变。会当改变救你的只有你家己。菩萨愿意显现予你看，这就讲明你还佫有善根。”希望你会当趁早忏悔改革，安尼才会当消灾解厄，将恶业转成善业。听印光大师安尼讲，阿大从此发愿如素，一心礼佛，成为真虔诚的佛弟子。听讲，伊伫往生了后，曾经有托梦予伊的囡仔，讲伊家己因为断绝杀业。积恶行善，即马被观音菩萨接引伫西方极乐世界啊！经典中说：“若负罪者，罪即增长；发露忏悔，罪即消除。”众生至无始劫来，不知造作多少恶业，种下多少恶因，障碍我们的修行。所以学佛的第一步，就是要有惭愧、忏悔心。惭愧是发觉自己的错误。忏悔是承认过失后愿意承担责任并修正自己的错误，有真诚惭愧才能真忏悔。凡夫众生举心动念间，无非是业，无非是罪，然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前念起了恶念，后念马上把它化掉，念念觉，念念菩提，念念迷，念念众生。古德云：“心田不长无名草，性地常开智慧花。”把心中的无名草通通拔掉，无名没有了，里面的花朵智慧功德就出来了。清朝末年，广州城内底有一位彭大夫，已经看中金钱，是真出名守财奴。伊生气的程度早就已经超过伊的预算，但是有一年，伊既然发心，摕伊家己所有的存款，整修一座细间、阁破阁旧的观音寺。伊的身形，予大家看到，拢感觉真意外。原来，彭大夫伊的第二查某囝是佛弟子。伊逐天拢会去佛堂听法师讲经说法。有一天，伊听到信众分享去普陀山朝礼观音菩萨的经验，伊真想要去看卖啊，就说服父亲做伙去朝圣。
父女两个人就行遍山顶大大细细的寺庙，逐一礼拜，最后来到梵音堂。方大夫听其他的人讲，梵音堂内底会有观音菩萨显现，伊顿时心生好奇，就甲查某囝大步大步行入。两个人一入去到梵音堂，就看到观音菩萨显现圣像，散发七彩波光，两个人拢感动到马上向菩萨顶礼致意。然后菩萨将甘露水压在俘虏两个人的身上，菩萨的举动让方大夫在刹那间有所领悟，心肝来想，甘露水这么珍贵，菩萨煞这么大方分享给众生，相比之下，我遐钱财阁算什么？根本就无法度比。受到观音菩萨的感化，方大夫等于广州了后，马上拿钱出来整修观音寺，也阁请法师来宣扬佛法，开办佛学讲座，欢迎十方信众来念佛礼忏。观音寺也成为一处庄严殊胜的道场。普门品中说，应以和身得度者，即现和身而为说法。在佛教中，菩萨可以说是最积极的。在这苦多乐少的娑婆世间，菩萨发起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悲愿，积极的安忍行善，同时还要救济众生的苦难。菩萨的心是平等的，不舍一切众生。我们礼拜观世音菩萨，发愿向菩萨学习，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落实菩萨行，心中没有分别，见一切众生犹如自己的亲眷，那么心自然安住在菩萨法界中。民国初年，有一群军人来到普陀山度假，欣赏完美丽风景了后，大家就小心去梵音堂，想要看观音菩萨是不是真正现身。这群军人因有无同款的信仰，相信佛法的人是怀着虔诚的心，抢先一步入去梵音堂朝拜，真正有见到菩萨的圣像。无固定宗教信仰的人，因是抱着有拜有保庇的心情进入梵音堂，因为生意不足，所以什么都没看到。有另外一挂人，因认为讲拜佛这是迷信的行为，所以就伫个外口等候。看到遐个亲目睭看到圣像，感动甲咧哭的人，这些无信用的军人，也阁会故意讲话来乞求伊。有一名军官真狂妄走入去洞内，对石壁大声骂：“这不过是一个乱石堆塌起来破石洞，会有甚物神迹？相信的人，若毋是头壳无清楚，就是妖言惑众。我是学科学的人。”这个世界上根本无虾米鬼神因果，这拢是咧骗人的话术。今仔日我特别来破除这迷信。军人讲的讲的，竟然拿出真枪，伫洞口鸣枪三声，所有的人拢惊着。第二天，这群军人坐船啊要离开普陀山，船只航行到半路。张开枪的那位军人看到有一只海鸥飞过，一时心情好，想要用枪将海鸥射下来，没想到他不但没射到海鸥，他的枪还落了大海。枪是军人的第二个性命，哪会当疑神呢？军人心内真着急，紧张大叫，不知道要安怎才好。手枪落落海，应该会直接沉落大海吧？真奇怪，这支枪竟然浮出来伫个水面上，
随着海流飘到渡船边。军人认为是伊家己的运气真好，伊就拍落来，伸手要将枪扶起来。伊的手摸到枪身的时阵，唔知影是安怎，身躯突然间无受控制，往前弯落，一个倒头栽，规个人摔落伫海底。其他的同袍看到，赶紧拢要跳落去救人。可是一阵大影就在这个时阵爬过来，等到大影提起，也已经没看到这位军官的身影。隔天有人在范阴洞的附近发现军官的尸体，他的尸体欠一只脚，大家在猜想应该是让鱼群吃掉去。六马抵回复返，并且开枪攻击所招来的恶报，实在是不轻啊。佛法在恭敬中求六祖坛经里说，内调心性，外敬他人，是自归一眼。恭敬心能与我们的清净自信相应，正所谓有一分恭敬就能消除一分业障，有十分恭敬就能消除十分业障。了达人我皆是虚妄，放下心中的执着，以平等心、谦虚心、无所求心看待周遭一切人事物，心中的我慢烦恼顿时消散。面对佛法僧三宝，我们也要升起恭敬心，不能轻慢乃至恶言相向，毁损破坏。不光是对三宝要礼敬，对父母、师长乃至一切贤德都要恭敬，否则便如经中说，贤不可毁，货必灭己，最终自食恶果。感谢您的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在动乱的时刻、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、安定的力量。伊让咱相信，生活处处有光明。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；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画布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十方法界基金会。来好请，伊就现前在眼。